大家好，我是海风街。朋友，他哥是做苦竹的，妈妈叫我把这些纸箱、冰箱子拆一点，他说他要装苦竹，现在我要来拆。把这些箱子全部拆了。箱子我也是不拆的，为什么说这些箱子我们去做一个箱子都要5块钱，所以说把这箱子拆起来就是相当于废品卖掉一样，所以说有点可惜，没办法，做个人情吧，只能这样子。反正拆多拆少，拆一点给他吧。反正这样子，一屋捉尽。他叫我拆100个纸箱。能拆多少算多少，现在因为也没多少，我也没多少纸箱，所以说这些空箱子，像这种箱子我们自己做的，我们就自己要，不能拆给他，我们还要回收去装鸡蛋，所以说这种箱子就不可能拆了。今天比较冷清，你看，这些都是箱子。他叫我这些箱子全部拆给他，装鸡蛋。这种箱子我就不可能拆的，这种箱子是我们现在我们自己的鸡场在装的，这种信达的。信达农业，今天比较冷清，天气比较冷，外面人都很少，随便拆了，拆了几十个，等下凑吧，能凑多少能拆多少就凑给他，只能这样子了。今天的鸡蛋还没来货，都空掉了。刚刚问了一下，他说要5点多、6点钟才来货，那就只能等吧。啊，我也要忙了，我要多拆一点给他吧。我先忙了哈，这个视频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哈。